你就闭嘴！啊！吃你的饭，看嘛！在哪里关上？三角龙，你们倒是不必送这么有象征意义的礼物吧？这是啥？霸王龙吗？收到无数个他送的头套了，我是第三吗？卫生已经打扫好了呀。耶冻冰箱里，我试一下。你不要给我把蛋糕都切掉下来了。消化包轮罩吧，哎，你提这个我就精神了，快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们现在男孩子都会做饭吗？哇，哇，哼，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不开心。你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你在鄙视我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对我有点不太爽。这酸爽你这会做事你来我家，哎，咱俩一块吃泡面是吗？就那两个人摆烂是吗？开摆，那不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吗？啊，我操，长得好帅呀、啊、哎呀等一下我觉得吧，就是只会做方便面，这也不是不行啊。我也可以给你做。哇，看起来好香啊！兄弟，你是不是在家疯了呀？你说你一个人在家，你都干嘛呀你？我的妈呀！依照他这个臀部的角度，以及他这个。你该不会来我们直播间找一的吧？一般男人他不会这个样子，那只有谁会这样呢？那只有少林了，对吧？周
淑仪真名叫什么，我真名就叫周淑仪啊，很多人真名都知道啊。罗杰的真名叫罗雨婷，马老师真名叫韩金龙，哎，洞主的真名叫胡凯丽，那凯哥的真名叫什么？叫我大丹。凯哥的名字叫王俊凯，你真的是不要脸了，第一个把你给冲了。还有谁的真名我不知道的吗？王波罗真名我真不知道。哦，王波罗叫博少君。Nope. 哦，王波罗名字还挺好听的，博少君。哦，叫傅少君，傅少君。Nope. 哦，叫傅昭君，三个字能读错两个。墨子真名叫什么不知道？茄子真名刘佩茄。刘佩茄嘛，哪错了嘛？刘佩茄，他名字叫刘佩茄。你老说我名字念错。啊？你茄子的真名不叫刘佩茄？哎，茄哥，你真名不叫刘佩茄啊？你真名叫吴全清啊？我叫磨刀石了。茄哥回我了。你他不知道我真名是吗？茄哥对不起，我把你真名忘了，不可能再忘了，下次你问我茄哥的真名叫什么，我不可能再说叫刘培茄了，好吧。吴清玉啊，吴玉清。哦，吴清泉。哦，吴全清。我今天从外面按完摩回家来，我先到我房间一看，第一瞬间我立马看到空空荡荡的阳台，爆炸了！我，然后我出我房间门，蹲下来看看餐厅那个桌子下面，它是不是藏在那儿？然后我又喊爆炸头，爆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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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我在想，为什么它不叫？然后我说它到底去哪里了？因为之前发生过这种事情，就是狗狗开门自己走了。我想了很多种可能。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2:30的时候把巴朵送去洗澡了，甚至我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还在问那个人什么时候送到呢。少脚，鸡兔同笼，一共30几，你来坐吧。这个什么是五个角、啊、你来坐。三角形，你砍去一个角，1234啊。哦，对啊，四。念送礼物的名字。谢谢可怜迷你两对倒吊鸟的白银宝盒。可怜迷你两对倒吊鸟。难道我读错了吗？有人在直播间数过数吗？被粉丝要求数数，从1数到20，1234，尿尿，弟弟，尿尿，弟弟，尿尿。我刚去日本的时候，动画里面就是一直会有，因为就什么啊，就是啊，吃光光吃光光，然后就觉得马上迟到了，然后就叼着那个三明治的那个面包，然后就出门，然后在那个拐角的时候，因为跑得太快，然后就撞到了男主，然后呢正好一撞，姿势不知道为什么，男主正好就趴在了他的屋。有一天我就把面包放在嘴上，我就叼着出门试了一下，根本叼不住啊，它那一块就那个面包在嘴里就化了，然后那一块就掉下来了，那怎么可以叼那么长时间呢？就最后必须得变成我在那一直吃，把整个面包都吃完了。但是山卡驱动它都卸载不掉，我这卸了啊。哎，我想玩这个游戏。
世界上有五种趣：兴趣、乐趣、有趣、风趣，还有夏露一直叫我去，我怎么去？关注微信公众号键盘，每日独家更新游戏直播圈八卦。要不我们建一个减肥小分队吧，我们建一个群，然后每天在里面打卡一下我们每天吃什么，互相监督。我想增肥怎么办？滚滚出这个直播间。要说起来我真的会有点想，因为我现在太不自信了，就是长这么胖之后我都不敢出门，也不想自拍，也不想买衣服。不过我相信我会好起来的，我相信我的身体也会慢慢恢复到以前的样子的。笑起来都是那个肉嘟在那里，像一堵墙。等我瘦了啊，我们心血在安排上，然后直播裸奔，我拉屎都不关门。OK， 兄弟们。Ah shit, here we go again. 哇！啊，我好想吃烤鸭呀！这是下滑吧，滑了半。螺蛳粉，方便面呢？哇！金色传说。啊！好奇怪。And it's gone. 怎么办？一下子好饿。我怎么这么饿呢？饿得有点疯掉的感觉。我好像我中午才吃过饭呀，我差不多下了，我想去吃火锅了，我真的去吃一顿火锅哈，你们不会怪我吧？滚滚出这个直播间！我就吃一顿我就减肥，我明天就减肥，那我下了哟。女神篇招收线上欧比君了，喜欢他们的搞笑逗趣，欣赏他们的精彩才艺，只要你有喜爱观看的女主播，欢迎发送邮件到女神篇@163.com， 注明你喜欢的主播名字和平时看直播的时间段，加入我们，把他们给你的欢乐带给更多的人。